去年 Muji Cafe 开幕之后，接连有国际品牌插旗台湾，不约而同都强打下午茶。来自意大利的弗里安花神可是有近300年历史，更曾被票选为全球最古咖啡馆之一。今年3月爆表星光三月 A 酒馆，从菜单设计、装潢、店内陈列都完全比照威尼斯本店，服务生会以大型银质托盘上菜。除了与意大利本店相同的甜咸食品项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式咖啡，以及用古铜滤杯制作的咖啡。想要奢华的欧式下午茶，来这里准没错。而来自比利时的精品巧克力品牌 Godiva 也选在台北开设了亚洲区首间生活形象店，推出了下午茶套餐。看看这个浮夸的盘式，中间的水晶不只会旋转，还会发亮。有加入了当季水果，像是碰柑、芒果、百香果的巧克力点心。另外，这个甜筒装了沾满巧克力的草莓、葡萄，可是近来 Instagram 上超热门的街拍甜点。不想要这么奢华高调，也别忘了小清新日式风格的咖啡 Muji， 主打手冲咖啡、轻食，还结合了 Muji Books， 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、买书，享受更多书卷气。因为哥喝的不是下午茶，是气质啊！动新闻台北报道。